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彩糖与蔷薇的幻色颂，交映现实与梦醺醺的道玄纳西达过生日，花神淡季元神 5.1 活动攻略。花神淡季活动开了，是熟悉的兰纳罗音乐啊，看着纳西达就感觉被治愈了，小草神可爱你，真心希望这次纳西达生日可以顺利，某高洁灵魂别再来给纳西达招黑了。说回活动，交映现实与梦第一关，熏憨的道玄，这个活动类似找茬吧，第一关是找到所有摆放颠倒的物品，酒桶上的椅子，点一下鼠标左键，然后是门上的鹿头，柱子旁边的椅子，然后上二楼，桌上的椅子，向后有个鹿头，对面还有个鹿头，完成，求个点赞呀。